我都食曬添啊！耶，好好味！哇，好好味啊！呀，好好吃！俾我，我想食，俾。嗯，我好味啊！嗯，很脆啊！耶，食嘅快食嘅，唔好整我啊！快食啊！水，250毫升的水，椰奶，放椰奶，然后2勺静静奶昔。第二勺，搅拌均匀，泡3分钟就可以把它脱模。3分钟马上行了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，姐姐，你看，哇 ，Peanut BB， here's ice cream。姐姐，我总要抱住过来抱住它啊！等一下啊，没，这个是杏仁碎，把它搅碎，巧克力跟黄油一起隔水融化。放一点杏仁碎，你可以放花生碎，搅拌均匀。40克黄油，加入20克坚果碎，一起融化，搅拌均匀，混合均匀。拿冰棒裹上巧克力。对呀。哦，裹上了。Kitty， 我揸住佢咁样啦，几分钟佢就会停噶啦。Kitty， 揸住佢冇喐啊。Kitty， 你估得人哋件衫到啊？那裹上了，放下去几分钟就可以裹上巧克力了，停留几分钟它就凝固了。Come on， 摸口怎么的？几分钟它就会凝固了哈，很漂亮，你看。冰棒。康宝莱奶昔冰棒雪糕，康宝莱奶昔冰棒巧克力冰棒。姐姐吃个，好么吃？姐姐，好不好吃，宝贝？啊，唔好食啊，狗乖喎。